有关网传仁武区城关路与仁林路口一部自小客车违规不按遵行方向行驶，遭其他驾驶未依规定明按喇叭之影片，监察事发于111年12月9日，警方于当日接获民众检举，并依规定自单举发。经了解，白色自小客车驾驶违规不按遵行方向行驶，最高可处新台币900元罚款。另影片中多次鸣按喇叭之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2条规定，汽车遇有紧急或危险情况时得鸣按喇叭，应以单响为原则，并不得连续按鸣3次，每次时间不得超过半秒钟，最高可处新台币600元罚款。警方将持续加强派员前往该处巡逻，如发现前街违规情势，将立即举发，以为用路人的安全。